今天我不打算按套路出牌才怪。今天来讲一下我们的折冠一体机，不只是包装面膜哈、手套、毛巾等等，反正能包装类似的物料，感兴趣的话你懂的，抽筋点看。机械自动取袋、开袋、料液自动定量灌装、自动封口，提醒一下，不要用手去摸封口刀，虽然它不是真的刀，但是它加热之后非常的烫。话不多说，来看看成品吧。封口效果 YYDS。